最难搞的主持人，所以说你看看舞台上的司仪老小姐的这工作真的是非常难做的哈。那来赶快，我们今天也安排了非常多的节目，哎，我那时候我这里准备给大家了135脱外面，246脱里面，弄一当跨国赶快的这个，尤其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都是非常的来公内奉公守法的好国民，所以呢，请大家呢往我们前方呢，在欣赏舞台上的节目的时候，请现场所有的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要牵起自己爸爸的手，不要放下来的哦，那让在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平安健康愉快的欣赏我们舞台上九龙松公司所来安排的特别的啊，然后一年一度千山中原的节目。来，紧接着我们来安排邀请这来自我们台北的小姑娘，哎，好的时候不用等来那位当挖心挖心跨小姐们，请叫人可以做康会看连金，邀请的是我们的亮亮宝贝，欢迎亮亮，来安排这个曲，我们木匠，谢谢。你看他拿起来了，娃娃，原来真的他不是他的菜，他终于举起来了。哎，太高地太高是麻烦。嘿嘿，这，哎，今天两姐妹很赤道啊，哎，呵呵呵，要不要？就这么多的相互，有谁能够的感情？还有你的温柔，我变得随便和你亲。万物随风，谢谢谁也想不起，这时候不思的任性。是因为我们还在，谁又在等你？这一生心难，越大的年纪，身体不比我年纪珍惜。我的想要的明天，好好的就回去，好好休息。我的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的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习惯我的心还在想你。哇哦，这么多年的相遇，有的是给我的那些你，在我没能不容易，我不能随便和你心。时间是眼睛过去，这时候不散的内心，是因为我们还在，谁也在等你。心呀，多大的野心，这一天你和我一起前行。等你是为了我的想要的明天。他们三个是一样的，把我们导游都搞排挤了，你们少踩了一步好不好？是吗？真的我的不一样，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情谊，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什么？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习惯，我们还是爱的相依。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习惯，我们还是爱的相依。来，看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个坚强的阵容，谁说康乐队不好？谁给我们九龙城公司，我们所有的漂亮宝贝们热情掌声再次鼓励一下！耶嘿！不，谢谢我们的不一样，谢谢我们不一样，感谢欣赏。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里好团结哦？真的有、欸，真的来自台北的小姑娘，你有没有发现？
以今天有巨星般的享受。有，好开心哦。平常有这么多人帮你伴舞吗？平常没有，平常都是我孤身一个人。真的哈、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今天站在你旁边的这个主持姐姐呢，是在晚会界出了名的难搞的主持人。怎么会是难搞的呢？真的，做我的场非常的辛苦。不会啊，不能偷懒。不能在后面滑手机，不能在后面谈心聊天，一定要衣服穿得完完整整，打扮得漂漂亮亮，出来外面练舞。所以我刚刚一到的时候，我很慌张，真的，我差点把裤子穿到上面来。我有发现呢、欸，是做我的场才会这样子吗？没有，我很怕自己没有整理好。哦，对，那你们为什么不穿好出门呢？我就有时候发现了这个舞台上的小姐，不晓得是我最近呢，真的是呢，深深有所感触，还是你们开始呢？因为我没有在晚会界开始在出没，你们就开始在慢慢的沉沦。我发现现在舞台上的歌手呢，真的呢，时间都会准时的，七点要准时开场，6:59刚好到会场。好，还好我6:50就到了，那还是蛮早的，是不是啊？要不跟你颁奖一下？6:50到的时候还告诉我说，哎，等一下我先抹个口红，等一下我鞋子还没有穿，等一下我的内裤还没穿好。不是，因为我刚在旁边吃大碗，然后把口红给吃掉了。哦，那你不能早点出来，来这边吃好之后呢，化好妆，穿好衣服，鞋子穿好之后呢，就好好的坐在后面等开场。其实我真的蛮早就来，5点多就来了，可是我在打电动。哦，我跟你讲，你这个就犯了跟昨天晚上有一个小姐的毛病。明明呢就是去到那边非常早，我5点多就看到她在会场了，她在那边逛夜市，从第一旁开始走到最后一旁，吃着去，总共吃了十几摊，吃完十几摊之后呢，5点多就看到她了。我5点多就看到她了，结果我喊说7点要开场的，啊，等一下姐姐，我想尿尿，哎，这厕所在哪里？我说现在已经几点了，我准备要开场，你跟我讲说你被棒溜，不应该，不应该，真的，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说我要不要给她去？还好我提早10分钟。你说我要不要给她去？嗯，不去的话这样，不去的话，她给我在舞台上，等一下又说我这个人呢不近人情，连这个人生3级我都不给她去，对不对？让她去了之后，她又回来整场等她，又多等了5分钟之后才开场，所以你看这个要不得，对不对？是你5点多就来，你在车上玩手机，玩手机之后才下来这边来告诉我说你的口红还没有抹好，我的眼睛还没抹好，你这样对吗？我就玩一玩，觉得肚子好饿，想说吃个东西，就好像发现快来不及了，然后飞奔过来。所以你说嘞，是不是你们这些小姐都是欠操？是我太久没有在晚会里面操你们，是？应该是。难得你看看，7月份的时候看到我，是不是比看到我们珠光还要可怕？不是，没有那么夸张，没有这么严重，不至于，不至于。真的，因为我发现很多舞台上的小姐一看到我之后，哎，很奇怪喽。平常时候看到他们那个呆豆呆毛的样子，突然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哇，通通都从这几下振奋起精神来了。刚刚你有看到我们的宝宝跟文君吗？有。刚刚我在喊说，哎，小姐出来接你喽。文君说，我衣服还没穿呢。拜托，我就稍微瞄了他一眼，好啊。结果马上他后来就带着他姐姐一起出来办。真的有。所以你看，人就是要这样，稍微要互相刺激才会进步，对不对？所以九龙就很喜欢叫我啊，虽然我很贵啊，不是。但是九龙就是要我来整顿你们，真的要感谢姐姐，真的谢谢姐姐，有人教你胜过没有人理你好，那、啊、真的，对，这句话真的太有道理，是不是？有利用的价值比没有成为费用的那个没有可以用的那种的还好，对不对？所以喜欢大家的多多利用我来呀，整顿一下这些舞台上的小姐啊，好来。先跟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来，一年一度呢是我们的龙源宫庆镇中原普渡，今天是农历7月13号，是的，这个也是每年的盛会哦。跟现场所有的龙潭的好朋友们，大家用客家话问好啊，客家话，惨了，我太久没有遇到你，忘记怎么讲，我只记得一句话而已。前几天我才跟你复习过，我说来这边坐场，你从台北，你以前跟我讲说不要来这边坐，太紧张了，你知道我全忘光光了，真的哈、哦。那我教一句，你讲一句，好，你要讲、哦，你要跑海线还是要跑那个山线？有分吗？有啊，我真的都教我。跑山线就要往上飘，太嘎吼，太嘎吼。对，那如果说要跑海线的话，太嘎吼，太嘎吼。嘿，我是亮亮啊。
我黑亮亮，我黑亮亮，嘿，什么你暗自说？你念慢一点啦。好，我已经很慢了。什么你暗自说？什么你暗自说？对，有标准吗？啊、有，非常标准，对不对？来点掌声鼓励一下，我们客家人真的很棒，很热情，谢谢，真的有标准。来。那我现在教你的100零1句还记得吗？记得记得记得哈，这句印象深刻。好好好好好。有腿得懒怕。每次你都指着前面说，让董人家哈，他都很紧张。你再讲一次，再讲一次。有腿得懒怕。啊，有腿懒怕。有腿得懒怕。得懒怕。哎 ，I say 你，好不好？什么你 ？I say 你，什么你呀 ？I say 你 ，I say 你。太难了。哦，就说楼台东南爬，我谢你，我谢你，我谢你，我谢，太难了。什么简单一点？怎么转弯转很多圈的感觉？客家人的舌头多厉害啊！真的，卷舌卷学好久，真超棒的。来，意思是说楼梯很难爬，要小心。哦，楼梯很难爬，要小心。对。那讲这个的意思就是啊，待会要下去的时候，跟那地公拜拜时准要小心啊，注意安全。好的，好不好？来，跟朋友们继续再带来好听的歌曲来。好，来点光天的《几朵灰》，谢谢。几朵灰哟，好，你要下去跟我们珠峰拜拜，特等。今天我们空请的特等猪也是我们，一等猪也是我们，二等猪也是我们，三等猪也是我们，猪马也是你。好，去。月光的星星在相思眼睛里混着，几年一回我把时间变化变，几回这一天。好，来跟那个你呢，我们特等神猪主人家的地方拜拜去，也跟我们的一等神猪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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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爱你，我心心会为你思念，为你思念，每晚你的手表前在我思念，想爱想你，连我都想死。今天我们有特别安排呢，我们精彩的钢管大妹秀的节目哦，所以我叫你整名有大家呢。请三拜会客，不要担心，今天节目很精彩哦。嘿嘿，你光光是你心里相思一眼几回，一眼一路无法细细看花颜，心归家里一花一起的心，一路过你每天。想你，想你，温暖我心。
三四菜来一次，就刚刚那一首而已，其他还是一样的。你不要跟我讲，本来出来的时候是唱《刺激玫瑰花》，第二首呢啊唱的是那个什么《新景观》哦，有的时候啦。第三首。第三首才是《新景观》啊！你看，这不是两，这有什么差别？我问你，你就只有换了第二首歌而已。我想说，哎，觉得不一样，然后等一下。原来这样子也可以，那你会不会把那《刺激玫瑰花》放最后一首？本来第一首掉到第四首，第二首的掉到第三首，第三首的掉到第一首，是这个意思吗？没有，就刚刚那一首新增的，原来版本新增的四首歌打遍天下无敌手，《刺激玫瑰花》唱了两年了，花都凋谢了，所以就剩《刺激玫瑰花》只剩一朵花了。对啊，所以我这个意思吗？被我唱到剩一朵而已，所以你之后呢不会再听到《痴情玫瑰花》，就是几粒灰莲，我跟他说几粒灰莲。真的？那下一次我唱《我等到花也谢了》，下一次是要唱这首。这首我还没有学会，等这首唱完，我等这首歌下次放第三首，知道吗？第一首唱《痴情玫瑰花》，我会不会唱完？唱一唱了，花一花，只花到剩一块，就唱。几堆灰，你这几堆灰就甩一摇呢。第三首就紧接着唱，我等到花也谢了。第四首呢，唱到第三首，唱完大家都睡着。第四首唱什么？你知道吗？唱什么？外套脱掉，脱掉，外套脱掉，脱掉。钱花光光了，就要开始脱衣服。要开始脱衣服，是卖身。赶快加紧脚步，继续带来什么歌曲来？后来雷光天心剪瓜咯，三二三四，好来，心情的路要。不是，要有人告诉我他要去厕所了。好，那他两个人就等一下吗？好。